贵，先漂好亮了，然后又不要讲话喽，不要讲话喽，不要讲话了。完蛋，怎么又是鬼？我怎么整天在当鬼啊？到底是在干嘛啊？为什么我整天都是鬼啊？阳气外露，我不想当鬼啊！虽然说当好人，也是就不知道。完蛋，这个位置好像离那个有点远。哇，我是刚刚是被看到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跟小白、老许在一起，我们三个凑卡。我假装做任务，假装做任务。氧气没了。在最下面的地我先方，讲，我先那讲，个黑色实我体跟那上面个，是哪？这是左下还是右下？右右下右下下。右下。那个，我跟老许两个一起结伴过去发现尸体了，所以我有不在场证明。我可以证明哈奇跟 Bang 是好人，这里。你在 Hindi，你保哈奇跟 Ben。对，我们三那个人都是在右面，然我后先跟你往们确上。我感定，觉我被忽视了。我跟老许是一起去找尸体。老许你应该确定吧？我从头到尾都跟你在一起。然后刚才在那个对，拉落然叶，后然后我也就可看以到保你。小白，因为我是先跟小白，然后中间去跟接老许，所以我们那是还有只还有一有，个人柠檬，你的不在柠没檬。有，你们不柠给檬我在讲话。哪？我刚刚跟在你们三个后面，你们没看到吗？跟在哪三个？Hinty 他们啊？那 Hindi，你没有看到柠檬吗？有啊，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你有看到柠檬？我有看到 Ben 和那个我 Hinty 他们。我对我一直在跟哈西跟 Bang 一起。你一直在跟哈奇跟 Ben，那我你有看到看？你有没有做任务？所以等等，我现在因为现在我很确定我有看到小白跟老许。那因为我跟小白老许是在中间集合，然后我跟老许往下走，看到尸体。小白在上面分开，他这个时间点不可能去杀人，所以一定是你们那边有问题。这里就我我们跟刚他死的们前面走一直向，都在最右边，然后，因为但对我啊对啊，最后尸体在右尸体下，在哪里？尸体在右右下。下，没有，最后的时候我看到 Hindi 往下面走，就是最后我不知道那个时间点对不对，但是最后的时候我看到 Hindi 往下面走，然后我跟柠檬还有哈奇就在有个任务在等他们两个。那 Hindi 有人保你吗？不知道我在看他们在做任务，我在看着好啦，就现是他在在后面。我没有什么线索，因为你们这样讲，我真的没什么线索。那就是先跳吧，先跳。这个游戏好好玩啊！哦，这边好多人，OK，跟着他们，跟着他们，跟着他们。真不能杀，这个杀了他们就知道我有问题。这个杀了他们就知道我有问题，所以我不能杀他们。这个杀太明显了，所以我觉得老许也不能杀，我跟老许要同国。没办法按吗？这现在没办法按呢、欸。有紧急任务，OK。所以现在不能杀，现在要找落单的哦。怎么多人？还提个柠檬。这也没有落单这两个，这三个 OK。现在他们人都在附近，现在这个杀很危险。这哎、欸，我看到尸体了，我看到尸体。我现在要远离尸体，我不能太靠近尸体。
OK， 我看到 OK， 尸体在最左面的那个。有，我们这一群应该都是一起过去的。我看到你们这一群，我看到我们就一起走过去。我看到Ben Hachi 跟不知道谁，然后一开始在左上，然后往下面走。然后关灯的时候，我是过去弄那个灯的。嗯。然后我在过去关灯的时候，在关灯的时候，我去打算去弄那个灯的时候，然后我看到那个紫色的那个人，那个、就是电访往下面走。往上面走。对。OK， 然后但是他没有杀我那个位置。哦，你现在是预设判定他是凶手是不是？你讲他没有杀你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怀疑，就是如果你停电了，为什么不去修那个灯，要往下面走？啊，因为很多任务都还没做完呢，啊，反正一定会有人去修啊。对啊，这个有可能啊，就讲说反正会有人去修你。但是你这很近，已经为什么不去修？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。没有，他是在右边，我在左边，我怎么去右边？不是那个电不是在，就是在左下。那个刚刚那个店我离太远了，我没有办法过去修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现在你们在互咬吗？我应该是投他，因为现在两个人死掉了，还有两个内鬼不投的话都快要死了，我们会输的。那现在就是他们俩互咬，欸，要投票，我不行啦，我 skip 啦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投谁。我哎呦。哦，老徐被丢出去了，哈哈哈哈！阿文在那边给我乱投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行了，这边要杀人了，这边直接两个杀掉，我们就一个。贝应该也知道，贝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。哎，阿Ben，合作愉快。为什么你们不讲话？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是我先死啊？可以守尸体，各位。哦，干，怎么又是我？哦，怎么一直是我？我怎么都是鬼？我怎么都是鬼？好了，我杀人了。我先跟他们凑在一起。怎么了？太快了吧！我刚跟那个啦，我跟 Hindy 去看心电图，柠檬死掉了。对，我是去那个修那个灯的，我刚我有去路上。对啊，我刚因为刚刚不是灯关了吗？尸体在哪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跟着你啊，英弟，我跟着你。我在右边哦，离很远哦。我在心电图啦，我不知道尸体在哪。尸体在哪？尸体在左下，尸体在左下。差很远吧？一个天边。我是，怎么说？我本来就是在左上，我在看那个镜头，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看到什么，然后跑出去的时候看到 Bank 在那个灯房的下面，然后我跑过去看心电图，然后就看到那个。看到柠檬死掉。对，那我讲一下，我讲一下好了。我那时候去就是要去开灯嘛，就是我看到奶油、Hinty 跟柠檬，然后之后我就往右边跑，然后我看到哈奇跟老许抱团，然后之后我就往下走，然后走的时候我先看一下心电图，没有人死。之后老许跟哈奇都过来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也跑过来了，就说有人死了。所以在我目前看来，我觉得 Ben 跟小白两个嫌疑比较大。目前我看到数据是这样，死了还没有到五秒钟，对，死了还没有多少时间，就你们就说有人死了，因为我看了还没过没多久，你们就来看，那就说最后有人死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我可能比较要关注一下，就是要稍微再注意就对了。OK， 有可能自拍啦，我觉得有可能就他们两个
不是不是，因为现在举报是看心电图才知道啊，没有、啊、有人自拍吗？啊、没有自拍，可是不是拍实体吧？是拍实体，我是拍实体哦，哦抱歉，因为我以为是看心电图拍的。他们两个我可能在 OK 那就那个这两只稍微注意一下。白痴小白，不要每次都在那边一直不会演戏啦，都不会演戏耶，小白这个人真的是。不是这个太明显了，小白这个太明显了啦，你这样杀太明显了啦。也太快太快了吧。不是小白杀太明显了啦，他直接把电房的轻敌给宰掉，我刚好在附近，我要怎么办？我只能开始看到谁我就杀谁了。有杀这么快哦？可以杀这么快哦？对啊、我先把电力关掉，全黑的情况下，我直接杀星落，然后我绕路去电房，我想要去电房就是混淆身份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到小白直接把星顶在电房宰掉，我想说孩子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太明显了啦，大家都来电房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就只能把所有靠近电房的人全都宰了，我刚刚看到哈奇，我就直接宰他。